咁今日讲咩股份咧？今日讲下只商汤啦吓，因为今日其实啲科技股走势都唔错嘅，咁其中商汤咧走势更加咧系值得咧就留意一下，咁啊潜力咧潜力喺呢度啦，就系、是、技术走势咧系显示有啲潜力，因为你见到佢咧，你睇自己嘅图先啦。首先呢个一条平均线啦，对唔住一条下降位穿咗先啦，低条啦。甚至第三條穿埋喎，呢度啊，再畫過啦，因為去到尾咧，佢過龍，我又消失佢先，比較，哎啊，咁就冇消失啦。一條、兩條、三條，其實仲可以畫多條都得噶，而家其實依度畫多條都得噶，咁啊唔畫佢啦。幾條線，咁個低位咧就基本上慢慢上移啦，嚇、啊。咁你依個係咩走勢啊？呢叫做線形走勢咯。咦，突破線形。今日成交竟增加添喎，啊，成交增加突破線形走勢，依排咧啲新經濟股咧係有嘅就唔錯表現，呢個 AI 啦，為咗做 AI 嘅啦嚇，咁、啊、你見到佢咧上市之後咧個走勢一路都保持住唔錯嘅，雖然曾經咧有啲就食炸糊啊，搞到咧股價又高位又翻落嚟，但落翻嚟咧佢又冇乜點穿底喎，咁啊近排呢個市咧彷彷聲跌落嚟，佢都冇穿底喎，啊都喺呢啲低位，見過呢個低位就收工咯，啲大概穿一穿六蚊度咧。佢就收工咯喎，跌落啊！依、這個啊，穿一穿六蚊到啊，五個七毫九啦嚇，穿一穿咁同呢啲位咧就唔係差太遠喎嚇、啊，就即刻收工咯喎。咁你個市嚟，大家有印象就跌到彷彷聲啊，天即係血流成河啦。佢唔係噶嚇，即係少少損手爛腳咧就冇事啦，咁就上翻嚟。咁啊個令到個線形走勢咧仍然維持住維持到啊，所以咧就今日再突破埋添，所以有啲。個潛力所在就喺度啦，咁所以咧，如果投資者有興趣咧，可以嗱，今日升得比較多啲啦，成五個幾 percent 啦嚇，咁啊有機會回回先嘅，咁回回咧可以搏去低級，低級咧就用呢個低位做指示，五個七毫九到啦嚇，咁啊上網係望呢個高位，呢、這個咧就係個線形嘅走勢其中嘅重要嘅阻力，就係七個六啦，如果穿埋呢個七個六咧，就確絕對咧就確認咧就線形走勢，而家初步咧。出現線形突破，破埋呢個位咧就確認線形走勢咧就正式成立，咁所以咧就可以留意住啦，就可以當係初步目標先。如果穿咗啊，更加可以睇高啲啦嚇。咁無論如何，如果會有真係回一回嘅，咁可以搏一搏啦嚇。依、這個指示上望呢個啦。